们这边的都已经这一行已经都做完了，就剩这一个，我们先把这一个先做好。这个做法跟前面的做法一样，从这边挑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这一针挑起来之后，记得要跟这边这一针一起合并的织，好，合并织掉，然后反到背面来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然后到正面。又是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这边第十针跟这边的这一针合并，好，然后再到背面，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然后正面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再合并。再并掉一针，好，然后背面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到正面，然后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合并，然后反过背面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然后正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然后背面再来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然后到正面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然后接着背面。同样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然后到正面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第十针合并，好，然后接着到背面，同样第一针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正面第一针延长针，二、三、
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然后背面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正面，同样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再合并，好，接着背面。同样，第一针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然后到正面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合并完之后，我们这一朵就可以看到一定织出来就是这一朵，然后接着我们要把这边收掉，才能做第三行的，也就是这边是第二行的，这边是第三行的，我们接着要做这边第三行，这边要套收掉，好，接着我们要开始先套收，把这边套收掉。我们套收九针，好，留一针就好了。然后第一针延长针，第二针我们就用下针的套收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拉到前面正面去，然后直接下针，好，套掉一针，然后再两针、三针、四针、五针。六针、七针、八针，好，第九针我们也把它套收掉。我们这边要挑九针，可以看得到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边九针我们要挑九针，所以我们先绕到前面来，因为一针是在这边才会有十针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挑。这边是一针、两针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这边第九针也跟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针第九针。第九针挑起来跟这一边的合并一起，好，我们可以算一下，这边就是十针了，二四六八十，因为我们原来这边套收的时候有留一针最后的。接着我们翻到正面来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针，然后再到背面。我们现在是织的是这一朵第三行的了。好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好，第十针合并。好，到正面。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同样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
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第十针合并。好，正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，然后背面第一针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到这接着到正面来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接着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然后接着到背面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第十针合并，然后到正面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然后到正面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两针合并了，然后接着到正面，第一针同样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第一针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然后正面第一针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然后背面背面第一针是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合并，然后正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正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到背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合并，然后接着我们就织这一朵，等于是跳过来这边织这一朵了，我们再示范一次。好，接着我们同样一开始要挑针，挑十针，一、
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跟旁边的这一针，两针一起合并，等于挑针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合并了一针，好，挑出来，然后到正面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再到正面来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合并，然后到正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第一针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合并，然后接着正面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然后背面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正面第一针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第一针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然后到正面第一针同样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同样第一针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合并，然后到正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延长针第一针，好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正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
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正面。第一针延长针，同样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然后背面，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。合并，好，接着我们再挑十针，这个是我们刚织的是这一朵，现在织的是这一朵，好，我们挑针挑出来，先把它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就是最后一针的这边，十跟后面这一针两针一起合并，好，然后到正面来就继续下去。我们这一朵的织法跟这边这一朵一样，从这边开始，剩下来的花那个织的方法跟这一朵第二朵完全都一样。我们把这一行第三行织完，然后再来织第四行。我们这边已经织到这一朵了，我们继续把这一朵完工。好，最后那个一朵第三行的，好，从这边开始挑针一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我们挑起来跟这边的合并，好，然后到正面，到正面第一针同样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然后到背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然后到正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然后正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然后到正面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
十，然后背面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第十针合并，然后正面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第十针合并，然后正面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合并正面，然后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合并正面，第一针同样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第十针合并，好，然后正面第一针延长针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背面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再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合并。好，接着我们这一朵已经织好了，我们要把这边同样用套收掉，我们要套九针，留一针。好，接着我们开始到正面，正面开始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织第二针，套一针，一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四针，五针，六针，七针，八针，九针，好，我们就棒针上剩一针了。我们这边挑针，第一朵我们要挑九针，我们现在做的是第四排的这一个，从右边往左边织。好，我们从这边开始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第十针跟这一边的合并，好，然后到背面，